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就位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本来我以为是落手上单，给我整个落手辅助也行。来吧，老头，铁刀，万变不离其宗。这几个地雷撇的没什么水准，得减速它了，要不然不好撇了。加把劲，撇！减速，撇！我要杀你了，小伙子！减速撇耗点炎，炸死！就位！再见！哎！不离其宗。哎，打不着！滴滴滴滴滴滴！必须的，必须的。
时间想接飞镖，撇地雷，是他变大了，我就不上了。哎呀，哎呀！敌军就位，没事，老头的补刀不重要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必须的。不重要，把握时机。减速，撇地雷。打中远程还是比较烦，要是打个落闪就好。可以杀了，真肉啊！变大了，确实是很肉啊。这波我肯定得杀你了，那你这还不走，确实有点过分了啊！为啥没打野呢？敌军就位。那我哪知道啊？咱们这公平对局啊，那猴不来，艾克也不来，对不对？上路一 v 一，别老整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。加把劲。先来个吸地海。负 W， 哎呀，负 W 负 E 都行，没啥太大区别。把握时机，负 E 加移速，给你点经验，猴哥。小兵，我炸他！时间正在流逝，我减你的速。必须的，插个眼儿的。这个车我一定能补着。敌军就位，来跳。
我准备好啊！哎呦我操！我等了你半年啊，你都不跳，我最后马上撇地雷了，你跳了，你真讨厌！哎呀哈！哎呀呀！杀我！没用啊，我这满血。我就不附那 W 了，我们附 E， 丢自己身上不行吗？行，有道理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给忘了能丢自己身上。我马上有到，来呀！来呀！猴哥给我杀他！没事，猴哥，把握时机，我给你加速，猴哥。干哈呢？减速。哎。再见。必须的。来呀，杀我！我感受到了他很痛苦。这没用，这追不上我，这都没用，我跑老快了，我还撇你个地雷。活，再见了，是走位，撇你地雷。哎嘿，你杀我，那吸血鬼在那干嘛呢？怎么的呢？开轰了呗。干什么呢？时间正在流逝。还有什么银晶？他搁那挂机。
thing. Double kill. 猴哥，给你来点经验。猴哥，你的等级有点低呀、啊。必须的。给我了吧，掩护，你死不了，没事儿。我这捏老死了。我现在一技能99%减速，相当于动不了。嗯，行，行。回家，美甲窃魂卷。4v5，人还挺多。好推。笨样儿吧。有笨样吗？我跟他分女行啊，我们俩啊，我们俩都行啊，我跟他分女，分女还是可以的啊。是，来，给你分点经验。我跑，完了，话没开出来，给我劈了。
我来个猫的，算了，我还是先来这个。这个捡息地快，时间正在流逝。吸地流啊，吸地流。他应该谁也打不死，没事，必须的。那洛克萨斯之手刚才劈我了是不？就你劈我的是吗？那洛克萨斯之手是你劈我来着吗？啊？喜欢劈啊？减个速，打死我！哎，不打我！伤害太低。回家了。时间正在流逝。我说他们家伤害太低，打我的时候都没啥太高的爆发，都不知道啥时候能把我打死，我这大招都用不出来。偷我大招再拉起，加速！自爆卡车！哎呀呀呀 ！EZ 我还有大呢，咱俩玩一会儿。艾克我估计要来了吧，我操 EZ 勾好勾
那艾特给我杀了。必须的，我自命点烟。我不跟你玩了，你跑得太快了，我追不上。先把塔拆了，减速。哇，勾了这么多人，那想必一定很厉害。看来没什么用。我来个猫的，大龙可以试试，举报他，可以举报他，只是现在没空。又来了，哎呀，猴哥，这也能让人给抢了吗？先把小黄毛杀了。艾克跑太快了，这我贴贴，等死吧你！已经就位。杀黄毛，我现在黄毛的队友不能杀吧？给他套个点烟。没人能给到经验吗？谁嘎达赖上了？老头嘎达赖上了。猴哥，给你点经验来。我操，600点经验全给猴哥了。时间正在流逝。给个眼儿，给个眼儿，加把劲！
打死我！你不打死我，我可跑了啊！减速他！我妹不打他，不打他，不打他！也行，也行，也行，给他手撕，手他撕来！哎呦，这个笨的！洛克放出之手，放弃了思考。那不行。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你别给我操盾呐、啊！你给我操盾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不知道啊。